嗨，大家好，我是玉凯。去年的双十一的时候，我有介绍过一组 JBL 的104监听式喇叭，那它目前也正在我的书桌上正在使用。它非常的小巧，而且设计感十足，但是也因为它小巧，物理限制它的低音单体就是比较小，下潜度也就不够，所以我就在网络上找到底有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增加低音的亮感。好，那找到的当然就是重低音喇叭，但是重低音喇叭要怎么接在这种已经没办法再接的主动式喇叭身上了呢？诶，那今天我就找到一个产品好像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一个 Fostex PM-Sub Mini 2 重低音喇叭。一般我们要连接重低音喇叭，我们的扩大机或是主动式喇叭身上应该都要有一个 sub out， 就是重低音输出的孔。但是 JBL104 没有啊，我们要怎么接呢？所以我就一直在找，一直在找，看到这款 Mini 2它的连接方式比较不一样。原本我们 DAC 的 RCA 线是就直接接104嘛，这样就结束了。但是它的接法不一样，它先把 DAC 身上的 RCA 红白输出先接到重低音身上，重低音身上又有两个输出孔，可以把声音再传到我们的 JBL104 身上，所以就解决了没有重低音输出孔的问题了。但是因为我还没开箱，也没有试过，所以不知道我的想象是否成真，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箱，来试试看我想的到底正不正确。好，里面有一本说明书。哎呦，不错哎，里面也有送一组红白 RCA 线，还有电源线。哇哦，好，这样子哦，说明你其实用在书桌上的话，我认为也很大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本体的外观吧，顺便介绍一下它基本的规格参数。我们看到的正面呢，可以看到一个5寸的低音单体，那它的额定输出功率呢是50瓦，它的响应频率呢是40Hz 到 150Hz， 我们交叉的频率调整范围呢是 60Hz 到 150Hz， 重量约为 3.6 公斤。那它的长宽高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宽度呢是20公分，高度 18.5 公分，深度23.3 公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背面的部分，左上角呢我们可以看到 RCA 红白有四个，但是我们先看左边，它是 input， 也就是说我们先把 DAC 的声音传给重低音。那右边呢有一个 THRU， 就是呢我们再把完整的讯号再一次传送到下一个单位，那下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的JBL104。 接下来是 PHASE， 就是香味。那么这个部分的话，我刚刚也才看说这到底是什么功用的，我看它里面有0度跟180度可以做切换，我看好像说你如果切错香味的角度的话，好像声音跟声音会相冲，你会听起来低音会很奇怪。那么再过来呢是 Auto Standby， 这个部分呢应该就是它如果有收到讯号的话，会自动将重低音启动。接下来是右边的旋钮，第一个旋钮呢是分频点的旋钮，它从 60Hz 到 150Hz。 那么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设定呢？我们先说一下它到底怎么运作的。第一个，如果我们把它转到 150Hz， 那代表讯号进来的时候150Hz 以下它可以发出来的声音通通都会发出来，那如果我们转到 60Hz， 它只发生 60Hz 以下它可以发出来的声音。那这时候你会想说，那我当然要发150以下通通都要发出来啊，但是这样不对哦，因为你要跟你的喇叭来做一下契合，你的喇叭如果在150左右那边也有声音的话，你也开到150，它也有150，那两个150的声音的量就会变多，那样子的话有一个频段的声音的能量会变得太丰沛，可能会造成声音的听感会很奇怪。
好的，那么最右边的旋钮呢，就是音量调节的旋钮啦。下面呢，则是电源开关，还有它的电源线。那我们现在就来安装它吧。那它虽然里面有送一组 RCA 红白线，但我还是用我这边自制的 Mogami 2549 RCA 红白线。那这个是日本专业录音室都在使用的，它能够完整的传递声音的讯号，而且还能带给予更多的低音的量感。那 Mogami 2549呢，都一直用在我的音响系统上面，它的每一个 RCA 的连接上面，我通通都是有 Mogami 的2549。那么有需要的人呢，欢迎到我的露天拍卖来进行购买哦。好的，那么我已经安装好了，我把它放在我的右后方靠近角落的地方。那我先预设的分频点呢，是在80Hz，让它发出80Hz以下的声音。那当然，以你现场的听感，如果你觉得设在80，我还想要再多一点的中低音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再把它继续往上调。那么香味的部分的话，如果你跟我一样摆在正前方，你就把它设定在0就可以了。因为我刚刚试过，你把它设到180，整个声音会变得很奇怪。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试听看看，有重低音跟没有重低音这两个之间的声音到底差距多少？那我们先播一个没有重低音的声音。好的，我们再播一次一模一样的音乐，来听一下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哦。好的，听起来怎么样呢？我想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就只是用普通的机顶麦克风，应该都录得出来这个低音的差距了吧。好的，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Fostex 的 Mini 2 重低音喇叭呢，它是一个叫低价位比较小型的重低音喇叭，它本来的用意就是要让你去搭配小型的喇叭来增加它的低音的量感。那么以它便宜的售价，你当然不能要求它沉得非常下去，像那个好几万块的重低音，但是它至少能够补足 JBL104 不足的低音的部分。那么摆放的位置呢，可能也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我看很多好像都是说要把它放在地上比较稳的地方，低音会比较好一点。像我这样放在桌子上的话，它会跟你的桌子产生共振，像我刚刚在蹦的时候，这个桌子也哇都在晃啊。好的，那么总体来讲呢， JBL104 再加上这个 Sub Mini 2， 我目前是非常的满意，既有104的高音的高清晰度，又有重低音的加持，整个声音目前是非常非常的好。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次的开箱 Fostex 的 PM-Sub Mini 2 重低音喇叭。拜拜。